段八角，估计下午仍会继续下跌。股票行情报告完毕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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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啊，咪咯，惨咯，就听消息不大妥啦，股票暴跌，吓死我，恨我身飙冷汗，一听广播心惊胆破，冷定定傻咗。呢笔钱我同我舅仔借嘅，而家血本无归，我点对得佢住呢？弊咯，惨咯，蚀晒资金，激坏我啦，交到负债最衰，我立初心想翻烂，点知惨祸人都跟我，注定受灾祸。真系鸡毛鸭血啦！啲股票冚唪唥抛唔出，全部死晒火冇命啦！你又话消息灵通，系噶，又话有市道通知，唉，就系、知人口面不知心，之累得咁惨，总之唔够运气啦，有乜好讲呢？莫追究，不见不悔。
拜。只要开心肯接受，接受。